今天天气如何？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在屏东是紫牡丹满洲，高温20度，最低温13度。另外来到台五来意春日，高温20度，低温11度。另外再来到三地门雾台马家，高温20度，最低温9度。另外再来到高雄桃园那玛夏茂林，高温18度，最低温6度。另外再来到嘉义阿里山，高温17度，最低温5度。在南投仁爱鱼池水里信义，高温16度，最低温0度。另外再来到台中和平，高温14度，最低温0度。在苗栗南庄士坛泰安，高温13度，最低温8度。另外再来到新竹关西尖石五峰，高温13度，最低温2度。再来到新北桃园乌来复兴，高温同样11度，最低温在复兴5度。在宜兰大同南澳，高温14度，最低温5度。另外再来到花莲新城花莲市吉安，高温同样17度，低温也是14度。另外在秀林万荣，高温17度，最低温8度。另外在寿丰丰滨，高温18度，最低温12度。另外在凤林光复瑞穗，高温16度，最低温12度。另外在卓溪玉里富里，高温15度，最低温4度。另外再来到台东长滨成功东河，高温19度，低温同样都是15度。另外在池上观山海端延平，高温17度，最低温9度。另外再来到鹿野台东卑南，高温20度，最低温14度。另外在太麻里太武金峰达人，高温20度，最低温10度。另外在兰屿高温21度，低温19度。在外岛连江金门澎湖，高温19度，低温13度。